官要到，你们下凡可以做什么呢？做财神，做财神。老师，我想当未来的歌手。那这么高了？这么高，要不搭飞机啊？有吗？你慢慢等了你。哦、下啊！他是发神，发神。你们有什么要求，尽管问他，保证你们有求必应。念我的经，你们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你是发神？不对啊。那你的经不就叫发神经了？01185180078078570078057八。Lucky。任记龙凤饼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，而每一天都有人心甘情愿风雨不改排队，只为了购买新鲜出炉的龙凤饼。把秘方卖掉，我们就可以分到100万。大哥说过，我们任家的秘方是不卖的。为什么你们两兄妹喜欢擦人家的眼睛？你们当我是傻的？你本来就是傻的。喂，你敢骂我老婆是傻的？哎，等一下，你不是说一个人只可以求一次吗？哎，你神仙乱讲话了你。其实我不是乱讲话，那是昨天的事情。而且神跟人一样，很多 rule and regulation 呢都可以随时改。女孩子不要太暴力。You have a 手指 ，I have a 屁股。啊！